这个路口右转。反向看，对，贴着车走。OK，very good。我给你拍个进 DMV 的，给 left turn， 进 DMV 向右，踩刹车，慢下来，半圆转。直线走，慢下来，慢下来，太快了。停车场，五，停车。踩住，踩住，一点点的挪，还行。怎么样？可以啊、哦。等一下，这个东西，我再练。他说什么？开机 ？Turn your key on。按两次，什么都不踩，按两次。等等。还可以。Left turn signal。Right turn signal。Cancel。Step on your brake。Step off。Horn your horn。哔哔。OK。他会走到前面还是检查 left 大头灯 right 他会手指这种OK cancel 自己关掉，他会跑到你旁边说、oh, show me your arm signal， 就是 left right stop OK， 然后他可能坐进来了，他不他在这儿铺一张塑料坐进来了，然后说继续 emergency flusher，快弄回来啊、哦、Defroster 对、回来 OK， Horn BB 弄完了哦， Windshield Wiper、对了 Highlight 拧了，再拧，对，拧完了，关掉，自己关掉，对吧、Emergency Parking Brake OK release walk， 他没有讲 release， 你自己把它松开了，好吧？降温，那些什么婴儿什么推销贴都是这些东西。我要对着风口吹。哎，又被检查太热了。经常会这样吗？已经有两次了，我今天早上那个学生也是热了。cool down、我要送你一句话。要送我一程的。你会考过的，好，谢谢，好了希望没事，已经考过的司机，希望没事。诶，出来了，考过了。太慢了。没考过为什么？太慢了。什么太慢了？你开车速度太慢了。然后还有这个 stop sign， 他说我离得太远。不是，这是小分，你死在大错上。对，然后速度上速度太慢了。你说在哪里？在那开40的路上面。开30、28。嗯。要开30以上一点嘛，31、32也可以。
他的骆驼包，你怎么会看？是一瞬间没起来，你一瞬间没起来速度。知道，好。他还有，你是回路上还是起？就是开始。他说我很多地方都太慢了。Six feet of the， 这个没关系，你这个是扣小分，你让他扣嘛，我就告诉你，你这儿都是保住了，所以你让他扣嘛。你看，一二三分，四分，五分，六七八，你八分可以过啊，比他还好呢。这小错不是问题啊，就一个大错是。那你懂吗？就是一个速度问题。你二十四十的大马路，你开到了二十八，你开三十也不行，这就落差十二了，你知道吧？落差十也不行，你还不如开个三十二。这考官太严，太严格了。他提示你了吗？没有。他问我这条路速度是多少？我是三十。哦，他只有一条路是三十五，所有都是四十。这个方向是拧着呢，你先走，退。